局长相声张旭，表演者靳鹤兰、朱鹤苏，感谢大家。谢谢啊，谢谢大家伙这个热情的掌声。谢谢大家伙热情的掌声。演员的这些掌声，我特别兴奋，哎，特别开心的高兴。哎，对于演员来说，这个掌声啊，就跟这个兴奋剂是一样的感觉啊。真是，刚才这一对相当的好啊，这个刘春山、冯一凯，新鲜，啊，这是人家自己春山出场自己创作的新段子，对，叫什么对手戏？哎，人家这个也叫怎么说，那个以表演为主，哎，桥段非常的新颖。对了，好多朋友要耳熟能详，是，主要是表演的也好，哎，啊，借助一些道具啊、音乐呀，挺不错的，让人家休息休息，歇会儿。这场把我们俩人换上来再说一遍，继续给您表演。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德云社的一名年轻相声演员。我觉得这个掌声啊。不要给他我搭档几个人，好多朋友对他比较熟悉啊，现在小有名气，我还不到啊，小有知名度，姓朱，叫朱鹤松，是我告诉我在刚刚我们看出来大伙儿听相声是算很我的都是老朋友了，哎，老观众啊，喜欢德云社，哎，大部分捧着这块德云社新字招牌，这现在是个名牌。对，你真说演员，演员的，你问问我们这些演员来说的，名气没有这么大，不是名人，对吧？你好多人不说真奔的这些演员来的，对，就是德云社这仨字儿。哎，汇集了各界的朋友，这么捧捧我们，听一听相声，花钱不多，找乐不少，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对，其实我觉得人活一世啊，就得享受生活，对，得会生活。你不能说天天就为了钱活着，挣钱是为了花。对，当然说白了，说回来，挣钱也挺不容易，那么谁挣钱都挺难的。每天呢来说，你像我这些演员，好多铁家铁业，好几千里地来到了咱们长春，就为这点钱，大家伙也是如此。每天的生活状态千篇一律，说干嘛呀？吃饭、睡觉、上班、下班、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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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死的。压力多大呀？都是为了挣钱。是，好多演员为了这点钱呢，自己台底下多加努力。嗯。希望有朝一日呢，这个鲤鱼啊跃龙门，哎，有出人头地的那么一天。对了，好起来了啊。什么叫好起来了呀？什么呀？你像那些明星们啊，大型那个专场演出，哎呦，那真是一坐一坐好多人。这你是也坐了好多人。哎呀，那个你坐多少，你怎么叫好多人？专场起码比今天来的观众还得多出一半。就是这个演出今天坐满了，而又坐了这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来说大剧场啊，你这大的很多。你看今天来说200来人，对，大剧场呢大概都是1500人左右，哎，这个都没大型商演。你更有甚者呢，你有那个大明星，像我们师傅郭老师，底下一演呢5000人，对，人最多时演过18000人，18000人呢，一万八。多少眼睛啊？那肯定的呀，那得挣多少钱呢？挣钱也是人家奔波来的，人家付出了努力，现在是收获的时候，对吗？他也是从不行到行，哎呦，那太苦了，也是住手小剧场一步一步过来的。对，这小剧场就是很大的。对，最初也是我这个位置啊，逗哏，逗哏，逗哏，对吧？都站在这个位置，逗啊，不是我这个形象啊，那他可能是这样。指点江山啊，一嘴一嘴把德云社说成现在这样，对，了不得，大江南北都知道。哎，甚至呢，有好多演员更了不得了，现在都上那个综艺，哦，上综艺那太挣钱，是是，太挣钱了。嗯，当然说吧，那不是说每个演员都有机会。哎，那不是说马上一报名就让去，那什么德云社如此多招生，对，一报名就让进来，不是。那个综艺呢，都是说这个在小剧场啊。摸爬滚打的都小有名气了，对，哎，才能上那个大的电视上演出。
没错，对吧？你像岳哥，还上那个春晚，哎，春节联欢晚会就更了不起了。哎呀，好几十个亿的华人们啊，华侨们，对不对？侨胞外国友人，社会各界朋友。都不看，啊、你是当天晚上的主持人，我就说，万一有人不看你春节联欢，都行、嗯、啊！就说人家这都是明星大，对，挣的钱就多。你再反观后台这些啊，天天在小剧场表演的，实话实说，挣的钱寥寥无几。哎，挣扎在这个生存边缘上。对了，可不吗？嗯，你就说远了半天，你就说朱老师说说我，看着很辉煌，其实过得像狗一样。你可能比狗强一点啊，你能站着，就强这一点。像今晚就是这狗，还能有主人给买狗呢？你自己找我来了，自己找我。不是我说那意思啊，不能说给自己下限弄得这么低，不能这么低，起码是一条名犬。他是皮啊，不是您的这跟狗没有关系。对你别人自己埋着自己，说自己怎么怎样，再别人说你现在混得算好的，哎，还算不错的是吧？已经算不错的了，哎、但是你这比上可能是不足啊，但你比下呢也不足啊。别跟下边呢，下边没人了，我就是德云社的地板了，就是最底层了，对，最底层了。嗯，实话实说啊，今儿也没外人啊，别骗大伙啊。诚实来说，一个月下挣多少钱？跟他说一个月下大概40000左右吧。哎，这最底层了。对对对对，这都算地板了。对对对，那你行，诚实的吗？乘20的。你真是。40000×20，2000，是2000吧？一个月2000还在这干呢？那不干这干嘛去？你干点别的活不比这个强啊？咱不没这能耐吗？咱也有这能耐，是不是早就干别的这些了？这你没有别的手艺啊？你还不会骑个电动吗？会，我电动车我会。骑个电动啊？你这不有白天晚上好多活都能干呢？都干点什么？你会开车吗？开车会、啊。开车也会。会。这点外活吧。啊。对吧？你白天干个代驾，晚上你送送快递，不也照样挣钱吗？对，晚上都睡觉了，我送快递。对，白天那活你抢不过来，就是白天人都不喝酒，我当代驾，我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有那么喝早酒的啊？咱就说他的车价就得了，这人真负责说，才挣2000，现在还是在请假，连2000都到不了了。这什么时候上的头啊？那不是啊，德云社他这福利待遇高啊，五险一金上的高。我现在是给我60岁以后攒财富呢，从30对为60往后弄财富。对，现在养老保险，我们医疗保就上8000多，我医疗保险所以8000的医疗保险，对，到手工资2000。对，现在我得癌症到医院扣钱都不花钱。别人在想的是明天我吃什么，你这天天想我明儿怎么还不多病呢？那可什么用啊？对吧？你现在手里捞着钱了，咱有实惠。对，咱能想挣点钱，咱不没那能耐吗？你要说咱会点干点钣金的活儿，钣金是吧？那时候咱也不会什么钣金，就是打钣金的钣金，好钣金不是好钣金，其实就是铁板呀、啊，弄个形状什么的啊。弄形状钣金活，背个烟囱啊，给我自个儿给自个儿做成一钢铁侠，你都不爱做那个，咱不会、啊。你他妈是没事儿干吗？那你研究那玩意儿干嘛？咱想变成超能英雄也变不了嘛。我想当绿巨人，我都不知道干嘛，这现在干。你说都是我的知识盲区，都没看过。对呀，你说我想当蜘蛛侠，一看这大不了了，不要聊了。好，你乐意当什么都行，你想当什么当什么。什么也当不了，就当好你的相声演员，对对，那没办法了。对，你现在想的不是说那些先想一点，想的是怎么能有钱。我天天想，我都快想死了，我都快。那你先光想不行，得付出努力。对呀、啊，对你包括我。包括我，可能在这个地方，咱俩这个工作性质差不多，对呀、啊，挣的钱跟你也差不多，嗯，但是我不是以这个为生，哦，外边也有点工作，多新鲜呢！你要以这为生，少饿死了。哦，你干代驾吗？
谁干那个呀？谁干那个？你看我像干代驾的吗？你开车开的不挺好的吗？我开，我给自己开车。哎呀，这真是德云舒马赫呀、哎！这是，这又是什么？开车开的好啊，顶呱呱呀！舒马赫是谁呀？舒马赫，别舒马赫，我舒马赫。舒马赫是谁呀？开车开这玩意儿的哥。你说说说点我知道的行吗？这就是德云的开车倍儿好的男人。你这么都了解了吗？你就是的。我开的是自己开，他开的是豪车啊，咱也开的豪车，是吗？百十来万一辆，但是你靠纸说相声，不是买。哎呦，那肯定说死了也买不起呀、啊。家里有房吗？家里没房啊，连房都没有。对呀、啊，租人。啊咱有钱买房，我、哦、有房子，啊，今天我有自己的家，啊，当然了，真是200平米，200平米，可以了吗？那可以了，不小啊。哎，在哪儿啊？能问吗？你要在河南廊坊也不行啊。北京，在北京有200平米的房子。哎呦，买完房以后咱就娶媳妇儿。我还娶媳妇儿，这应该的，应该就该娶媳妇儿了。哎呦，哎，然后把这房租出去，再然后呢？再买套房，再然后呢？我再娶个媳妇儿。啊、哦，一个房子配一个媳妇儿，那个媳妇儿配房租出去了。啊、哦，行了行了行了，咱不是一个房子租出去，必须得配一媳妇儿，叫他不租我。不是，我说就有钱我就得买房，嗯，哎，买房买车娶媳妇，那还真厉害。这些靠什么来的啊？靠我另一份工作。哦，别的工作。我现在在一个就是怎么说，就是富人家里。富人就是有钱的人。哦啊，那富豪。哦，富豪。嗯啊，在人家里边看看家，当狗。那是你。你什么在地最低？什么叫看家呀？看家就得是狗，看家就得是狗。尖峰，我天天给我画像，那还能怎么看的问题是？我所谓看家就是管着这个家，管别出事儿，看着这个家别出事儿。哦，这是总管。这些个总管，现在的太监，现在没有太监，现在的总管不就那样？那总管不管太监头儿不就总管吗？就是这叫管家。对对哎啊、哦、对，看过外国电影是吧？看过外国电影，有好多外国电影啊，就那些大的那个富商家里都有这么一个人。对对 对, 对，我就那个职位，哦，就是给人里外忙活忙活。对对对对对对了，哎，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哦，所有人都踩着你，是这样。不是，我就说就没人管得了我。就是您在这家里里外外一把手，担水劈柴也是你。我底下有手下啊、哦，我也有手下，那挺厉害。除了我们祖家管着我以外，剩下都是归我管。哇、哦，那您也操不少心呢、啊，我新鲜的，还真好。家里有个大事小情的，都得过我手。不是说谁来了都能跟我们祖家见了面啊，跟我们祖家聊天说话啊，都得通过我汇报。我说祖家那谁，后外边有这么一位来了，想跟您聊聊天。禀报，哇，预约，哎呦呦，都得约好了。哎呦，这都是资本家的作为，是不是？大户人家、有钱人家，人家就讲究这。哦，讲究这个，对，咱也没创过这么大的门儿，这是。见过知道什么叫有钱吗？就你认识杜里什么叫有钱？我认为有钱啊，有一辆汽车，100万大汽车，有一200平米的房子，这房子里有一娘们儿，我觉得就行。我要再有一个，挺好，你跟我打好关系，我把车带房带娘们儿都不要。想把那个媳妇儿倒寄给我，我才不要呢。倒寄给你，我就能再买套房，再欺负你。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这不叫有钱，这只能说生活富裕起来了。真正有钱的，你包括郭老师、郭先生，对吗？对对对，都不叫有钱。哦，郭老师都不叫有钱，只能说是过得好的普通人。跟我们主家比，也就不过如此。哎呦，太有钱！你就说房子，多大房子叫大？别墅还不行吗？别墅啊，多少层？
别墅多大？你就说多大？三层了不得了吧？三层啊，对吗？单层二三百平。对呀、啊，可以了吗？不错了。那什么呀？别墅，厕所那是。那也就当个厕所用，二百平当厕所，这不得翻着跟头的拉呀？那完了，我们都不扫，就拉地去。哦，攒一个月，我拉我外边了。哦，咱一个月那房不要了。就我们那房子，咱就这么跟你说吧，光地上九层，地上九层啊，哎。单层最少来说得七八百平，地上九层，一层七八百平。对了，这不就是个商场吗？我还有地下呢。啊，地下也九层。哦，车库。这住在里边有归属感吗？这里边大，多宽的吗？对，你就知道这家里人多呀、啊，大小佣人上千人。哇，上千人伺候这一个人。人家干活啊，多么奢靡！天天扫地擦地，你知道这多大面积？哦，天天擦呀、啊，多新鲜呐！那主人怎么这么好霍霍、啊？他得溜达呀，你屋里他得玩啊！这么大地儿，你天天在坐着。对对，下回让人进屋换拖鞋，他也不至于天天擦。你管得着吗？对对，我们主家有钱，我们雇人，雇人干活。对对对，自己趁很多买卖。有什么买卖？有什么买卖？这么跟你说吧，啊，很多地方叫那种房地产，房地产我知道，房地产啊，碧桂园啊，听说过吗？听过，万科听过，融创听过，都我们家，这都是你们家的，对呀、啊，哎呦，这都我们家的，这人家老板乐意了，老板谁？你知道老板谁？我不知道，对呀、啊，哦，这幕后那个，哎，幕后黑手就是我们家。前面那些都是白手套，白手套啊，就是我们主家在幕后工作。哦，前面啊有这个怎么说呢？派几个人管理。哦，人家都是董事会。哇，董事长，对吧？这是经理，你关这一片，这是您这儿经理，您这儿经理都是房地产。哎呀，房地产，你包括有很多的有商场。什么商场？像那是金京两那大悦城。知道吗？知道。这种类型级别的商场，全国性质类，我们家得分大概有这么三四百家。啊，这种性质的，那直接让他住商场里边就好了。住那儿干嘛呀？多闹腾呢！再跟你说点吧，包括、啊、这个国外来说，这个也有很多买。有什么呀？有那种矿山。矿山，对，就是钻石矿山，我知道。家里看住，哇，包括这个原油、油田，你知道吗？原油那个油田、油井，哇，家里看24。哎呦，你包括咱家的那个邮轮公司啊，有那种邮轮，你坐过大邮轮吗？我坐过。那种邮轮公司啊，看四，哇，就家里看那个邮轮啊，啊，不计其数。哎呦，这个人可得保护好了，他一死我们旅不了游了。游轮啊，什么游艇，哇，哎，都有，哎，包括咱原油啊，石油，鱿鱼，油盐鸡，油麦菜，家里很多。哎呦，这人太厉害了啊！哎呦，这不嫌买卖小，连油麦菜他都给控制住了。大小买卖都得设立垄断了，这是。哎哎，包括咱们长春动植物园啊，动植物园这知道吗？我知道，就这个你们家的，我家的啊、哦、这是一个玩笑，是多新鲜，这不能私有的那个动物园，国家的，这是国家的，家里看点小金库，还有金，哎，工商银行啊，农业银行 啊，民生银行，建设银行，这些都是您家，也是国家的啊、哦。但是家里边趁这种类型的地方哦，既有钱还幽默，这太有钱我幽默了。家里趁这个存钱的地方，我们不放那些银行，因为什么呢？如果放在他们这些银行的话，我们想取钱不就麻烦了？哎，确实是，还得背着麻袋去，要背着麻袋去啊。
对，苗一章取钱了，现在我想要资金，我想要几百个亿，完了给银行没，对吧？他可能一层一层往上报，对，不放他那儿，家里面自己弄劲儿，自己干。哇，那太厉害了！哎，你要说挣多少钱呢？哎呀，咱也说不上来。反正家里边就这种类型的，当银行这个地儿吧，大概呀1000平米这种房子，家里才100多个。哇，就放钱，你就推开门，你进去就看。就是金库的感觉，对，一沓一沓的红票子，印的都是玉皇大帝。清明钱出来卖的，卖卖什么呀？这种类型的怎么完了？哎，都是钱，哎，都是钱，太真有钱呢。对，但是你这这么有钱，都是我们组的一个人啊，就他一个人花不了啊，哪花得完呢？他愿意要求怎么去花钱呢？你算干嘛的呀？你花钱去，他还真是不愿意。他想找一个陪他一块花钱的。太好了，我能给他找10个8个的。太多了哦，太多了啊！人家可以自己弄啊。嗯，就说白了吧，那个主家呀，想找个男朋友哦，想找个男朋友，就给我分配的任务，说你平时你出门多，你出门啊，帮我呀找寻找寻呢，看看看看外边有没有那个好的货色，哎啊。有那个不错的，哎，你想着点，后来呢给我介绍介绍，咱们家里边我需要，哎，有一个伴侣，这还用上外边找吗？对，家里边光扫地的就1000多个，从里边摘点哪个扫的好，直接提拔上来当男朋友。扫地的是扫地的啊、哦，干嘛呀？干嘛呀？请过来了，对呀、啊，他不扫地的怎么办？你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好不好？这么点钱。就不雇人工，对吗？我们买完扫地机器人，他失业了。嗯，得外边找，得他也有要求，得顺眼的，你不是是个人就成，对吧？都有什么条件难吧？条件的呀？哎，那肯定的，他有钱人呢，他这个择偶的标准呢，肯定跟一般人呢，他有一定区别。长得都得跟那个电视那种小鲜肉男明星似的，那个吧，都得像那个朱之文一样吧。就现在朱之文在你眼里算小鲜肉吗？是不要说朱一龙都得是朱一龙那样的吧？你朱一龙还成，是不是？朱一龙那样不行吧？武僧一龙啊，没有一龙武僧就行，哦哦哦，那就打死你，你不行。他对于长相的要求不是特别高。啊，能看过眼就行。那是有什么就是具体长成什么样呢？嗯，反正给我下达的指令是什么呢？啊，长相能看过去，嗯、有眼缘，有眼缘。哦，但是你看着呢，有点可爱的劲儿。哦，不能挂凶相。哦，那不成，那不成。身高个头的大概呀，为人1.75米左右。哦，太高不能，你说有那个1.8米的、1.9米太高了，身高不行。1.75米左右。体重呢不要太瘦，你说这110-120斤也得太瘦。男人呢，哎，体重稍微高一点，围着大概160-180左右，这个体重稍微微胖一些。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一定得风趣幽默，就说话有意思，哎，跟别人与众不同，这种是最好的。先走，这还用找啊？这哪找着呢？刘春山岁数太大，年龄就30，因为我们这个主家也30。你看什么？幽不幽默？哦，这是玩笑的。有钱人不逗。不逗，等等等啊！别说啊！我原来怎么没发现呢？是不是？我还找了呢，我还外边满地找呢。啊！我还琢磨的是不是徐海凡呢？人家咱这行也行啊，我也五对小郭颂啊，我就是谁明星嘛，郭颂嘛，天哪！郭颂是谁？流量明星，不知道吗？傲娇的这个，你跟我聊都是谁呀？啊！哎，别说啊，
你还真还差不多啊，就是有点那意思吗？你多高啊？我一米七五，体重160多，还很幽默。对，不是你可以，对，我倒得去，还真行啊。就你了啊，就你了，我们俩到那儿一起，哎，过几天你给我搭搭桥，我给你搭俩，必须得搭点我好。哎，您要真好了，您带着我以后这么就不是搭档了。您真是，哎，您真说不到，这不让您白忙活。您的意思弄成了以后，哎，我得给您点好处。跟我聊不用啊，给您来，哎，给您买两条林海林之抽。我在乎这点钱啊，我在乎这点钱，不好吗？你这事办成了，我们就给我也少不了，是吗？多新鲜！哎，您给我描述描述这个人，他这有什么状态？什么有什么状态呀？啊，这我们主家呀，跟你要好起来了，对你来说你也是福气。那他这么有钱，这么多年，为什么是一个人呢？啊？那怎么这么有钱，这么多年，为什么是一个人呢？我说现在是一个人。我没说他以前也是一个人，他怎么说就用过去的话讲，我这叫半边人。是这样一半，还是这样一半，还是这样一半？半边人不是半拉人，这是就是半边人，就是他以前有爷们儿啊，后来爷们儿没了。半边人寡妇嘛，这不就叫？哎呀，回来别管他叫寡妇，这就是寡妇。哎，对对，是个寡妇。真是，我就不要不三十了，怎么还能一个人的，对吧？也就是寡妇。不给您买林海灵芝了，因为我不想成就这门亲事了。哎，你们别挂了，贺孙不想找一个寡妇。嗨，你管他是不是寡妇，你管他干嘛呀？我不管他，那你不管我。我不想找寡妇，因为刘春山会看了不上我的。你管他干嘛呀？他可能还羡慕你呢。他原来惦着给他老娘倒去给我，我就嫌弃是寡妇。我现在再找一个寡妇，刘春山跟他肯定跟我生气了。我说你央个寡妇，你不让我这个寡妇。对呀，不，你别管别人，我不要这个。他这他有钱，有钱也买不来贺松的爱。有钱打动不了你啊，就因为是个寡妇不行。如果金钱建立在爱情上，金钱爱情我都不要。别说你这个爱情观还别人不一样，我也没想到。可以，小伙子有狠劲儿啊。对，可以可以，有底线。我祝你以后也幸福。谢谢。祝你以后幸福啊。单说吧，我们母亲确实知道这些条件呢，前面你说找着幽默的形象，这个这相对好处。对，就是好多人呢他接受不了这个身份。嗯，有那个传统家庭了，觉得这个重组家庭的生活不会啊特别的幸福。哎呀，我们母亲也想到了，所以当时呢我出门前我也交代了，你外边帮我好好找一找啊，看看有那么好的，提前跟人交代明白了，说我现在这个状况啊，如果他能接受我，哎呀，不像别人看不起我这样的，人家能瞧得起咱，别白了人家啊！能接受这个条件，立刻就给人拿两根金条啊，15斤一根的，给人拿好了。寡妇就寡妇，这怕什么的？我当时没有他妈，不是因为寡妇，是因为岁数大。不是你，现在说什么？你这爱情，你的爱情多少钱买不了？现在都什么时代了？现在已经2023年了，这有什么隔？没有隔阂，只要是人类就行。那不行，他这个身份证配不上你。这没有配得上，也配不上啊！爱跨越物种都行。不，你这个大爱无疆，大舍无恨，大脑子锃亮。当然可以，是吧？可以，没有问题呀、啊。我喜欢半边人，这是你说我这就真有一半也无所谓。这应该他有一半，我来当他的另一半。对，你们俩就一个等级了。对呀、啊，合二为一嘛。这量觉悟太高了，哎，量觉悟太高了，能接受了啊？能接受啊？
护着别人，他行吗？没有，这没有什么问题啊。帮主就好好过，太好好过啊！哎，等你到时啊来了我们家以后，你们俩自己过上日子了，也算好起来了，那就顶呱呱了。对了，对了，对了，啊，到时记得带好了这个聘礼啊，也不用聘礼了。你自己来就行了，我自己来，住到我们家里来，哎，到时这都是你的，都这些都是都对对对，哎，到时一入赘了我们家，啊，生活你就算好起来了。那不去了，为什么要入赘呀？我想跟他有一个爱情的结晶，入赘，那孩子肯定不能姓我的姓了。对呀，啊，我这个姓氏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掉了。这姓氏。历史长河就你一个姓朱的呀？不行，是你们家没了，人家别人家也那不可以。但是这现在叫什么年代？你再不这个呀，爱情的结晶，姓谁姓无所谓，还在乎这些？对，无所谓，为什么不能姓我们呢？不行，你是入赘，你是个赘婿。赘婿，赘婿，你有赘婿的觉悟。赘婿，我也不，我不想当赘婿。你看你现在这个累赘，我不想当那两条金条，我不要了，连海灵芝也不给你买啊！你赘婿，你管赘婿，我不想当，寡妇你都能接受，你还能接受不了个赘婿？那个我可以接受，赘婿不想当，因为我讨厌赘婿这两个字儿。我们平时不这么说呀？不行，因为刘春山当年娶给他妈的也是我当赘婿去，我这么大岁数还当个赘婿，我不行，不行。真不成，真不行，什么都不行了，不可以，拉倒吧，拉倒吧，你自己找你自己另一半幸福去吧，娶你的媳妇去吧，你人家真是，我们主家也说了，人家也想到了，确实啊，自己呀，像现在这好多大男子主义的，你说入赘到家里边啊，这确实有人接受不了。提前呢，你就交代好了，跟他交代明白了，不是能嫁过去，是人家娶进来啊，到咱家当个赘婿。能接受这个呢，都表示尊重。咱们另外再给他来两根金条啊，一根十五斤的，让他收好了啊。其实坠也就坠了，我这个姓氏应该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掉了。我不需要后代啊，我不需要啊。就今天我跟你聊天真麻烦，我不需要。你有点主心骨，我可以去。你还有什么？我这不答应你了吗？乐意带我去吗？乐意带我去就带我去，不然毁了这门亲事，我们俩喜结连理之后买凶杀人。我可是你们的连接人，你现在好好对我，再敢用你那个这个眼看我一下，我就戳瞎你的左眼。以后你就是二人之下，万万人之下。我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被人被你发现了，就是纯狗。我可以去，我愿意参加活动，到时候凑热闹，好热闹。嗯，能接受啊？不接受。到时候，那你这个姓氏可能就以后就没了，孩子咱有母就行。没有，以后我就随便，不用汉字来给你，管我喊大 S 就行了。你管我喊大 S， 行吧，行吧。你要能接受这两条就太棒了，我能接受。找时间呢，咱们过两天吧。啊，过两天这边演出结束了，咱们到东府去见一见。哦，见一见，回来你们当面看一看，碰一碰，碰演员，看看合不合适，合适的你们俩慢慢的好你们的，没有问题，行吧？那我还得弄一身服装是吧？嗯，我还得弄。多新鲜，你穿这去呀？啊，对，我准备了一身哎西服。西服，我买一个收台扣的那种西服，这弄一个小餐巾纸露着一角，这个口袋里我捏一个钢笔帽，我来大墨镜我也戴上，好不好？我买一个假的劳力士，你别贴膜，见完面我再给他退了。买个假的劳力士，买完还得给他退了。我就说我真听我的马上买26.5一个，我买过。不是你这个来说，这个导致我们主角不耐看啊，不喜欢你穿西服了。我们天天我们这个院里边，我们这房子多了，我都是穿西服的。多新鲜！我在这穿大褂，我先下了班到我们这主角那儿，我也穿那身儿啊，燕尾服。我燕尾服装小燕子，一会儿我就飞走，我找我啊。那儿的人都挺热闹。我们那儿热闹不行，我们主家不爱看的穿西服，不喜欢，太正式了。
稍微穿的喜庆一点，他喜欢那种穿着打扮呢。那我穿什么呀？不太一样的。你要跟我到那儿，你买一个，买一个水手服。水手服？别买那个，别买那大的啊。啊。小款的那种水手服。我这水手服。美少女那种。哦，那种啊。对，美少女水冰月。哦。那种的。没水手服。哎，百褶裙那种。我以为大力水手那个水手服。哈哈哈哈哈！真挺幽默的。水冰月那种呢？买个百褶裙。百褶裙。哎，对了，里面配一个白丝袜，买双小公主鞋。嗯。然后呢，在这儿戴一个小铃铛，脑袋上戴一个护耳朵。买好了，这么去，我们人家爱看这种。对呀，穿一白丝袜，戴一白铃铛，戴一小耳朵。对。救命！我自个儿照镜怎么能照吐了？你信不信？你别照啊！你给别人看吧。好看吗？这个？哎，听我的，我就穿这个。我知道，我了解他，我知道他爱看什么呀。你就来这么一身，到时呢，咱们走帮你哪天呢？咱周一是吧？啊，周一，就这门口啊，我开飞机接你来。开飞机接我了？这开飞机接你了？是吗？哎，对对对，哇，这地儿能过吗？能落到对过那个医院上，对过那个医院能抢救。我看天天飞机往那儿飞，要不我上这楼顶等你就行。那就不落了啊，就这门口吧啊，就这门口吧。我们开直升机啊，开直升机了，直升机给你下那个软梯。我爬不上去啊！你高看我了，没让你爬啊，你挂上面就行。那我这一到我这转圈，得给我腰我吐了。你自己挂好了，从这儿带着你，咱就飞回北京。哎呦，从这儿往北京飞？为什么往北京飞？有点馊的慌。我穿一白褶裙包，我没穿呢，我这玩意儿有点馊蛋啊，这玩意儿。你里边穿上安全裤，没关系。你就飞，咱给你带过去。哦、到那儿你跟主席见面，保机就好了。哎，这就可以了。拿出来了，您再给我描述描述那具体的什么样？具体什么样？哎，别认错了，是不是？哎呀，有点小期待呀、啊。那个，这是怎么不一样？王主席爷爷那个形象啊，可能稍微差一点点啊、哦，但是有钱能迷。那肯定的，稍微差，那确实，那长得如花似玉的，能到我手里。嗯，因为你一米七，我们主角稍微比你高了一点点，还高个儿好啊，两米二六，两米就这不太好，我够不着啊，这个。那够你啊？这对得起我呗？哦，两米你稍微高一点，但是人说没关系，这个你能接受的，另外再给你来一根金条黄瓜，就来根黄瓜了吗？黄瓜这么大。同意，这下一代都有戏了吗？出来就得一米八呀！对着呢，对着呢。稍微有点怎么来说，有点秃顶。不要啊！前面钱都给你，不要再说秃顶这俩字一出来，不行，免谈。我最恨秃子了，谢顶不行，秃子招你惹你了，不能谈他，不行。他不是秃子，他是前面有点秃。不行，最恨前面秃子了，后边秃还好一点儿。他妈前面怎么能秃呢？但是他后边他得直啊，他从后边取毛能直的。人看都看脸，看的就这几根头发，后边是能接受这个。另外再给来一根金条，我给金条，秃就秃，都剃了完了，有点儿。那个扒了眼儿，扒了眼儿不行，扒了眼儿这是金条，好。但凡能接受一个缺点，另外当每一根金条，我、哦、都就给金条。哎，我给你怎么介绍介绍吧，哦、介绍我哈、啊。对对对，哎，还有什么呀？两米二身高，有点谢顶啊，有点粗眉毛，扒了眼儿，大蒜鼻头，满嘴的黄牙，一脸麻子，然后最主要呢，有一巴掌宽的护心毛，腿毛呢也先等您先等一会儿，这小子有点灰脸，等一会儿，一巴掌宽。护心毛，对呀，这是男的，是女的呀？男的呀，男的。废话，女的我自己又留下了。去你的吧！电影啊，这个节目叫《招婿》。哎，这个是一个经过一个老段子编过来的，说这个现在来讲叫什么呢？倒插门，对对吧？男的呀，入主到女的家，其实无所谓。是现在那个婚姻
亲呢，两口子过日子，其实都好起来了，这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关系，对吧？你包括现在我们德云社好多演员，现在都结婚了，哎，也都挺幸福的。那你包括朱老师，我这个也都结婚了，啊，这女朋友长得特别漂亮，也在我们这个德云社工作，哎，对吧？在德云社我们有个舞曲社。也是那儿的好演员，嗯，都挺好的。妹妹两口子一块儿过日子，给这个德云社的打工挣钱养家，其实生活会越来越好。那可不嘛，大小的演出现在来说也不老少的，密密麻麻。你像今年来说吧，德云社的商演还比较多，哎，因为自打这几年休息过来呀，啊，今年的这个商演遍地开花。哎，今年已经是杀红眼了都。我觉得这个词儿用的火了，杀红眼了。对了，到各个地方啊，一演演很多场，哎，都走一走，看一看，都不错。哎，但是来说，对于演员来说呢，也算是一种挑战。哎，这是一种历练。你说，你好多这些演员们、名角们，这个专场演起来了。到各个地方台底下得多弄活，那可不嘛，你有那个好的作品呢奉献给观众朋友们，哎，大伙儿才多爱看。平时你多观察观察生活，对吗？生活当中啊，这些会有好多的包袱笑料让你去积累。对，你说生活处处都有，你说去哪儿，去哪儿去观察比较好？哪儿啊？公园，上公园里观察生活，公园人多，对，男女老少，哇，你就说吧，一天除了他关门的时间，剩下时间点都有人，那是太热闹了，公园，对吧？你有时尤其那个老年人，你是经过老年人的，其实好多有意思的事特别多。嗯，我爱遛公园，尤其现在我不知道咱们长春公园什么样。我在北京遛公园的时候，哎呦，可热闹了，尤其那个老年人，你有时那个时间点到那里锻炼身体的。嗯，对吧？你我不是现在常常有那个老年人撞大树，撞大树的老年人拿着后背，咱不是练的是什么功夫？后边大树，嘿，嘿，嘿，有这样的吗？想把大树撞死。这可能人家练的，人家练那个也硬功夫。对，他可是树硬还是我硬？挺好玩。哎，你还有那个老年人，我就看有时在这个抖音上刷着呢。有时包括在真实现实当中，工作人员也瞧我，单双棒啊，单双棒，对，引体向上，哎，对，我觉得他们已经觉得引体向上不刺激了。那他们干嘛呀？就是拿一根绳子啊，挂在那个杠上边，然后另一头弄个圈挂在脖子上边，啊，这是牵引颈椎呢啊，牵引颈椎嘛，哦，这真是一个好的，对对对，咱不知道啊，就看跟自杀似的，一个在那上吊。还转，一个个的都这样，还有那个走空竹的，空竹也挺厉害的。有那个年轻人呢，是一帮人走，有那个小的，对，这么大的俩手这样，配合老年人，小的不刺激，走呢最起码得1.5米，比煤气罐还大。一个空竹这么大，拿两根线整个转，这么都不行了，整身转，呜呜，就这么抖。还有那个老太太们，那我真是不知道干什么的啊，拍大腿，咱也不知道练的是哪一个个的，那都搁那儿，不禁活血。你说白天去没事啊，你下午两三点去也没什么事儿，你看见就闹一个好玩儿。天擦黑了，晚上七八点你遛弯的时候，你遛公园，这帮人还练。最主要的什么？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看不清了。你就琢磨八点以后，你到公园那些声音汇到一块儿，你害不害怕？你自己往前溜达了啊，等溜达听着，嘿。精彩表演，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精彩演出到这里呢，就在。